距离人类首次登月任务已经过了半世纪，太空探索大时代来临，航太技术突飞猛进，前进星际不再是电影情节。宇宙奇航除了地心引力，还有什么需要克服？离开地球表面，这次暑假就到银河系冒险，漫步在月球，7月20到7月21，晚上8点，达文西频道。